它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作用的力量，它在那爆发了，好像闪光一样，闪电一样，时间非常短暂，我们肉眼已经没法子接触到，但是它许许多多的光点连着这爆炸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。一个是绝对看不到的。我们知道物质现象是什么，怎么来的呢？是心念累积连续的现象。说真话呢，根本物质就不存在，就没有物质。意念呢，无量无尽无数的意念累积在一起，连续爆发的现象，我们眼睛看到了，耳朵听到了，我们手去摸它接触到了，这叫物质现象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学唯识的时候，讲唯识的时候，讲得头头是道啊。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科学的发明，感到很惊讶。其实想想过去所学所讲的，那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？比这高明多了，这个跟佛经上所讲的差远了。今天讲到量子，量子是个小光点呢，已经变成物质现象了。那个小光点是多少信息累积在那个地方？科学家以为宇宙的发生是大爆炸，也有一点像。但是不是他们所想象的。光子是怎么来的？比基本粒子还要小，几乎等于零了。不是接近零，等于零，真的是零。它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作用的力量，它在那爆发了，好像闪光一样，闪电一样，时间非常短暂，我们肉眼已经没法子接触到，但是它许许多多的光点连着这爆炸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。一个是绝对看不到的。看到了，我们认为这是物质。它有个东西在那里。每一个光点里面都有圆满的信息。每一个光点里面有圆满的物质现象。这物质现象是什么？佛法里面讲啊，无量无边的法界呀。现在科学家讲啊，是宇宙啊，宇宙有多大？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已经说出来了：其大无外，没有边际。这宇宙的边缘，宇宙没有边缘，其小无内。现在这量子讲的其小无内，这给你讲有大有小，然后给你说
大小是一，不是二。大是小中之大，小是大中之小，这个话意思很深。啊，大中之小容易懂，小中之大不好懂。啊，可是华严经上讲的很多。啊，华严经讲微尘，啊，这是佛学的术语。现在讲量子，讲小光子。啊，这个小光子里头有世界，有像我们现在讲的无量无边的世界在那里面，有世界。啊，世界没缩小，那这小光子没放大，那里头有世界。啊，那个世界里面还有微尘，也就是还有小光子，那个小光子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这个现象啊，科学还没想到。啊，科学只发现了小光子里面有信息。啊，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所有宇宙之间一切信息都在里面。这个说法真的，啊，这个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了，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啊。我们现在科学证明了，啊，第六意识对外攀缘，可以能够圆到虚空法界。对内呢，可以圆到阿赖耶。啊，今天科学家了，也是从两个极端上去发展，一个是宏观世界，叫大宇宙；一个是量子力学，小宇宙。啊，但是佛法里面讲的大小是一不是二，这个科学还没想出来。啊，逐渐逐渐的会向这里发展。啊，我们相信啊，再过若干年，科学家可能说出来，但是不能坚信。那什么原因？这个事实真相是本有的啊！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了，第三句话他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啊，这是信德，本自具足，丝毫没有欠缺。啊，不但一切众生平等了、这个众生要用华严经的这个意思来讲解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。一个小光子也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啊，哪些缘呢？在佛法里面讲，至少它有八个，物质现象里面有地水火风，这四个要素，四大要素啊，再小的物质都具足这四个要素啊。地代表物质，你看到了啊，在高度显微镜之下确实你能见到
啊，像我在去年在高雄治牙周病，看到牙周病的细菌啊，像个小虫一样，它在动啊，啊，肉眼看不见，普通一般的放大镜、显微镜看不出来。啊，医生在这牙周，啊，牙周地方很脏的地方，啊，他用针挑了一点点，放在显微镜之下，啊，显微镜把它放大，放在这个电视屏幕上，哦，我们看清楚了，密密麻麻的，像蛆一样在里头动。我问他，放大了多少倍？3600倍，看到了。啊，3600倍。当然，他这个显微镜还不是科学实验室的，科学实验室放的倍数一定比他高的太多了。啊，你能看到这物质现象，很小，他肯定具备了滴水和风。啊，水跟火，这佛学用这两个名词。现在科学不用这个科学的名词，叫阴电阳电，啊，它带电嘛，啊，阳电就是火，阴电就是水，啊，或者我们讲的温度湿度，啊，它有温度，它有湿度，啊，第四个要素呢，风大。这风代表什么意思？风代表动，它不断在动，它在振动，它不是静止的，它是动的。啊，只要是物质，物质一定是动的，没有静止的，静止物质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它到哪里去呢？我们知道，佛经上讲的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，常寂光是自性的。自性不动啊，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”，啊，他不动啊，啊，不动他就回归，他就没有了。这动的时候，他就现出来了，自性里面就现出幻象，啊，我们称它为物质。那么，既然是物质，它里头一定有精神的现象，啊，精神现象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他有感受啊，他有这个东西啊，他有分别，想是分别，行是执着啊，识是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叫藏识，我们现在可以称为它是记忆，啊，记忆都储藏在里面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极其微小的光子，哎，种缘和合而生，那叫众生。佛法里面讲众生这个含义讲的深讲的广啊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无论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所以它同时具足。啊，你说一念具足一切信息。你说一相具足一切现象。说一尘具足十方刹土，啊，说一色具足一切色相，说一音具足一切法音，故有自在，相融相即，影现含容，重重无尽，世事无碍。这些事实真相
都摆在面前，没有障碍的人，清清楚楚啊，没有障碍是觉啊，有障碍是迷啊，什么障碍？烦恼、脾气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